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杰。今天指数小涨12点，成交量剩下740亿啊。哦，很少看到指数要攻万点的时候成交量却这么少。而如果把成交量扣除掉整个法人的进出的话，那目前为止至少你可以肯定，好，散户并不是太积极。那既然散户对于行情不是太积极，那我们认为其实你就比较乐观了。哦，应该这么说，我不是说对指数乐观，而我是对个股的未来走势乐观，对不对？因为在5月15号之前，那个所谓第一季的一个季报，有一些是不好的，好，全部公布完之后，可能陆陆续股票又往上涨。就像今天3406，我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讲，我说这个掉下来你要记得去买呢。哦，昨天掉下来你要记得去买哎，对不对？今天拉起来了，我告诉你这个价位未来搞不好哦，你看这个价位是很便宜的哦。还记得昨天吗？昨天很多光学股都下跌，很多人就告诉你，你看了光学股都死掉了。对不对？这行情要挂掉了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但是我告诉你的不是这个，好，不是说谁跌下来谁什么盘势就死掉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要去想的是，你有没有办法在低档买到一档股票，2000档选一档，直接赚一倍，有没有办法？有没有办法？哎，我们在赖好友上面跟大家分享的，我说什么叫好朋友？真正的好朋友是接受，不是忍受；是支持，不是支配。是慰问，不是质问，这叫好朋友嘛？那真正的好友不是彼此凝视啊，是拥有好股票，常常涨停板了、啊。什么叫赖好友？就是拥有好股票，常常涨停板。来，我昨天就跟大家讲，我就跟大家讲这个，对不对？你昨天加赖，今天就赚涨停板了、啊，这哪有什么？没什么啊。哎，今天哦，你不要说想说今天指数是大涨，今天指数小涨，成交量700亿哦。我扣掉法人进出，哦，一般投资朋友赚的很少哦。来，这个叫做美商印财。我跟他讲，外资、投信会买什么？他们会买国际上面联动的股票。美商印财在2年时间大涨了3倍。我那台湾的合作伙伴有一档叫金鼎，一档叫凡轩，还有一档在这里。好，还有一档在这里。那美商印财2年涨了3倍，股价涨了3倍。那金鼎。好，2年也涨3倍，哎，凡轩2年也涨3倍，那还有一档，这一档，请问2年涨2倍吗？还是涨1倍？哎，涨1倍我要买啊，因为人家涨3倍，他如果涨1倍，我还是要买。但是这家谁？来，我跟他讲，真正的高手，好，真正的高手是在别人不敢买的时候，你进场去买，6532，对不对？这个涨3倍，这个涨3倍，这个涨3倍，这个涨几倍？来，这个涨几倍？哎，好像没有涨哎。对啊，好像没有涨，没有涨就代表不会涨吗？不是啊，今天是不是涨停板？这是不是昨天？这是不是今天？这是不是今天？我跟大家说、啊、真的啦，很多事情你想不到了，你想不到的事情它一再一再的发生。我们先前在 LINE 上面好友跟大家分享大众的时候它40几块，跟大家分享利基的时候60几块，跟大家分享预计挂的时候200多，跟大家分享这个涨停板锁。来简单回顾一下昨天的预习啊，我跟大家都讲未来哦，我都是跟大家讲未来哦。美商印彩台湾合作伙伴哦，你看到什么？最近什么涨最多？台积电涨最多的嘞，好 ，NVIDIA 涨最多的嘞。那这些东西为什么？因为它需要高阶的应用材料，好，高阶应用材料。那我跟你讲啦，这个美商印彩2年前它才14块哦，2015年9月25号，2015年9月25号它才14.6块美金哦，现在是41块7美金哦，你知道吗？你抓到一档标股，等于身价翻3倍，你知道吗？那国内的合作伙伴，包含金鼎、包含凡轩，还有这一档，请问金鼎有没有涨？金鼎2年前在这里，来，金鼎2年前在这里42块，
刚刚挂牌的时候，3413，来，哎，金鼎也是刚挂牌，也是没有涨啊，来来来，这叫金鼎3413，它是不是新股挂牌？是在这里杀下来给你买，涨到130。新股有两种走势，一种就是先上，一种是下来整理之后往上喷出，往上喷出那个不是会涨一倍，会涨很多倍。这压下来之后直接喷出了这种新股，会涨很多倍，对不对？好，金鼎是不是涨3倍？另外一家合作厂商是凡轩，是不是14.8块？2年前哦，两年前，这不是10年前，是2年前哦，不到哦，是不是涨3倍？那同样有3家，来，一家、两家、3家，而这一家纯种的，美商印彩在它营收大概接近70%，它提先给印彩，再给台积电，再给 Intel， 再给相关的国际大厂，未来10奈米会用到的进电吸盘，还有3D NAND Flash 会用到的晶圆制造器，都是全新的产品哦。这个一旦通过认证，股价是直接跳空涨停板了。所以你现在还有机会。我跟大家讲的全部都是未来。我跟大家讲的全部都是未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股票涨3倍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一档跟他一模一样的，好，那不要说涨三倍，涨2倍，涨1倍没关系。好，他涨1倍我要买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都涨3倍啊。今年涨3倍，凡轩涨3倍，美商印彩涨3倍啊，真的啦，2年涨3倍啊。金鼎两年前还不到2年前42块，现在130几啊。你有没有去找过问题？为什么凡轩涨这么多啊？14块为什么2年涨3倍？那同样的公司，美商应用材料的台湾合作伙伴，美商印彩占营收比重接近70%，请问挂牌以来它有没有涨？哎、欸，好像没有涨、啊。对不对？啊，没有涨就代表不会涨吗？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不是涨停板？这是昨天，这是不是今天？是吧？这是不是今天？是不是今天？与其等待指数上万点，不如持股涨停板、啊、我跟大家讲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年少轻狂啊，我只知道涨停板为王啊。真的，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，啊，我不懂什么叫年少轻狂，我只知道涨停板为王，我只知道你买在低档的你就是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看戏啊，真的啊，有些时候你是演员，你又可以看戏，你懂吗？你股票买在低点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6435，你知道买在低点的感觉吗？我在 LINE 上面好好跟大家分享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已经懒得放，这里40几块。对，然后沿路往上涨，再往上涨，然后呢，你打开电视，每个人都要极力证明他，极力跟你讲这个大中有多好多好多好，对不对？你继续看这个过程，极力证明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后知后觉的人，他必须去证明说，哎，这个大中有多好。但我们从来都不用证明大中有多好，对不对？你是赖好友，什么叫好友？你是赖好友，我大中起涨前，我们跟你讲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是赖好友，大中起涨前，我们跟你讲。我们不用证明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开始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信心的，你会用很多事情来掩饰你的我没有自信，对不对？你会害怕，你会担心，所以你用很多事情来做防备。那你不敢买的，你没买到的哦，一直讲，很多人告诉你看大中哦，要涨到多少钱？涨到多少钱就是我们赚了多少钱吗？这是过去的大中啊，对不对？一样的故事一再发生嘛，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再发生，40几块，对不对？宝剑配英雄送给你的大中是不是直接涨停板？是不是又涨停板？接着3只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增加暴增不稀奇啊，重点是一档接一档啊。我跟你讲的是什么？我跟你讲的是低档的大中，对不对？我跟赖好友上面分享的是低档的好股票，真的啦。怎么叫好朋友？好朋友不是事后涨上去才跟你讲，哎，好朋友是在低档起涨前，在赖好友跟你同步分享啊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哦，如果我们可以，如果你有把握，你也会跟我们做一样的动作。如果你知道它会涨，如果你知道它会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就在赖好友上面跟你分享就好了。怕什么呢？来来来，来，这今天有没有跟你讲？来，这今天是不是一张、两张、3张、4张？什么时候跟你分享了？
是不是九点多？是不是涨停板？那重点最尴尬的事情来了，最尴尬的事情来了，仔细看喽，这我跟你讲了嘛，非常合理嘛。金鼎、凡轩都已经跟美商印材都是两年涨三倍哦，都是两年涨三倍哦。那这一家叫什么？这一家叫瑞云嘛，对不对？叫瑞云啊。好，那今天涨停板问题来了，来，这问题就来了，来仔细看。好，你看哦，过去是不是涨停板涨停板就休息，涨停板涨停板就休息，涨停板涨停板就休息啊？现在呢？现在涨停板明天就会碰到这里哦，那你要不要买？哦，你不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又赚不到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知道这个故事的循环在哪里吗？这个有趣的意义在哪里吗？你看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要躲那个温雅。你知道股票怎么温雅？你在这里买的温雅，你买在这里叫温雅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稳赢？好，你买在低点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年少轻狂，我只知道涨停为王。你现在问我说，老师，明天再来个加 L，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给答案，会怎么样？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明天要是涨停板锁死，再拉个几只涨停板，全市场都是这两个字。那这种事情我们也不奇怪啊，真的啊。难道你觉得很奇怪吗？我跟你分享利基的时候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，真的啦！我跟你分享利基的时候在哪里？是不是长这样？是不是跟江哥你讲？是不是江哥你讲？是不是在这里？昨天是不是123块？这里是不是60几块？啊，这里是不是打五折卖给你？对啊。指数已经接近10000点，你要去想过去我们所做到的事情。我说我们5月份我们会更加的努力，还记得吗？在LINE上面我只跟你分享未来的标股，好，未来标股就像今天我跟你讲瑞云，对不对？你现买就现涨停，你不用去担心老师明天我要不要买，明天要不要买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敢买就会飙啦，真的啦，你不敢买就会飙啦。这一档全市场没有人敢买，就我们敢买。好，改天我拿个绩效表给你看。其实拿绩效表上来是违法的、啊、算了算了，不要，还是不要拿。100块钱就是跟你讲买玉清光，正常人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过年涨上来之后，你就想说算了，我们再买别人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200多继续买，300块继续买，今天玉清光338块，你不买它又要喷出了。我话就讲这么简单，你不买它又要喷出了。我跟大家讲几个简单的重点。这个市场上面最容易看出来的一个操作逻辑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一档涨很多，所以我不敢买。你不敢买是因为它涨很多，而不是因为它不好，你懂不懂？这个预计这个大力光是因为你不敢买，是因为你不懂它的产业，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不是它不好，你知道吗？这先前这韩愈有讲过、啊、对不对？这唐朝的韩愈西元700多年嘛，对不对？1200年前，人家就说坐井而观天，你会说天很小，但真的是天小吗？你坐在井里面说天很小，那真的不是你的错。可是天不是天不会很小啊。你不知道为什么大力光可以涨到5000多块，当然你也不知道玉金光会涨到哪里，这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，你不敢买，并不代表什么，并不代表它不会涨、啊，拭目以待哦。我今天可以讲到钱哦，对不对？我喜欢跟你讲下跌的股票，哦，明天会不会大涨？那如果玉金光会大涨，请问谁会是玉金光的接班人？真的啦，我今天跟你讲这个股票，我今天就算我这个可以讲这个，你又买不到。我昨天就跟你讲啦，你有空回去看昨天的袋子，昨天可以讲多清楚，对不对？今天赖上面跟你分享，是不是涨停板锁起来？那我跟你讲，惯性就是这样啊。一次下来，两次下来，三次下来，第四次就喷出了，3413。如果你可以买在这个点位，你要拿多少钱换？赶快，同样是应用材料的一个相关的概念股，硬材两年涨三倍，金鼎刚挂牌下来之后，最低点到这里3倍哦，三倍哦，
那你捐了这会几倍？这等于没有涨哦，算挂牌在这里，它等于完全没有涨哦。那三倍你挂牌价再乘三倍哦。主管机关说不能够讲目标，我没有讲啊，我只是说我想象了，我比较天真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天真，我喜欢用五折的价位买未来的标股，对，五折的价位买未来标股什么意思？你利基买六十几块，它飙到123块，你是不是用五折的价位买到123块钱的利基？没有错啊，啊，这样是赚一倍，哎，好像呢，快赚了快一倍嘛，哎，融资买嘞，哇，2倍，对不对？大中是不是？在这里分享叫你买大中的不是好汉啦、啊、在这里叫你买大中的不是英雄啊，英雄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英雄在这里啊，同样的故事未来还会不断的发生，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它未来还会不断的发生，重点是你是台下的观众还是你本身亲身经历财富倍增的过程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阶段再回来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。所以休假时，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指数要上万点了，成交量只有700多亿。好，如果全市场都疯狂，那我们担心上万点是最后的一个机会。可是问题不是，如果全散户都疯狂，它上来了，我们当然要害怕。可是问题不是哦，你看哦，这个点位其实没有量，这个点位也没有量哦，你知道吗？它这是杀下来才会有量，它这上涨都是没有量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其实大家还是比较保守，你懂这个感觉吗？哦，过去台股的高点。都是什么？都是成交量很大，都是你隔壁那个，我给他每一个探底，我给他每个探底，对不对？哎，哪像现在啊？现在有那种上万点的感觉吗？没有啦，哪里有上万点的感觉？哦嘿 ，K 柱子，那个妖股，哎，妖股啊，玉金光，哎，妖股。所以呢，总股东人数从14970人减到9800人，别人把你的股票给买了，好，请问人家是用很便宜的价格跟你买吗？不是哦。人家买你手中的玉金光用什么价？用更高的价格跟你买，仔细看啊！人家是用更高的价格买你手中的玉金光哦，不是打折跟你买哦，人家是用300多块钱跟你买哦。那你觉得他跟你买了，他认为多少钱，他才愿意花300多块跟你买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仔细想想看啊！
来，建议就放在这里。你说妖股，你说它不会涨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这个时候，好、哦，这是二月份、三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两百多块，人家沿路用更高的价格买你手中的郁金光，总股东人数减少5000多人哦，那人家愿意用200-300块买你手中的郁金光，那是不是别人知道郁金光该涨到哪里？我直接跟一个讲个重点，人家买的都赚钱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每个买的都赚钱？除非你买这里，哦，那你买这里也是你厉害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涨三天要先卖，要回来再买吧。不是跟你讲要买再买，就是进场去买。今天买的是又赚了，是吗？我跟大家讲，要做股票有这种霸气的，真的啦。做股票这不要说100块钱，200多块我都跟你讲，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你觉得会结束吗？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发生，你都还没看到，请问会结束吗？你连题材、你连商品都没看到，请问会结束吗？来，200多块钱，郁金光了不起啊！来，我们今天买郁金光，你不敢相信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我们买这里，272到275，三组会员买进，哦，三组会员买，好，双股会员，好，大富豪会员跟 VIP， 好，买进，收盘涨停。牛老师，你表现没有？哦，这郁金光涨停板，我们今天买郁金光。如果你是一般人，你一定会说我们是拼生命啊，但是我不是拼生命的，为什么？你请看来，郁金光，请仔细看哦，总股东人数是绿色这个柱状图哦，最近总股东人数大减哦，总股东人数最近是大减，特殊筹码是大买哦，也就是说散户走了，特殊筹码来了哦，为什么？听说郁金光，听说郁金光接到苹果的订单，新接到两个。一个 3D 感应模组，哦，这过去出货0%，去年出货零，好，今年的话渴望接到55%到65%，这很恐怖哦。本来是零哦，今年可能是55%到65%哦。那相机广角镜头去年也是没有的，那今年可能是1层到2层。那去年还有前镜头的哦，本来就有的那就不算了。这两个是先接到了，本来没有的苹果订单，听说要接到了。啊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来，请看筹码，中股东人数大减。我告诉你，散户，哦，都是散户不敢买的。股票如果还会飙，那它真的就是飙股。真的、啊？哎，你不敢买，它为什么涨停？你不敢买，它为什么涨停？哎，这涨停板好几千张挂在这里，本来涨停板2000张，直接全部吃光光哎。请问买2000张郁金光花多少钱？你不要管说买涨停板2000张花多少钱，你一定要去算，如果飙上去跟大力光一样，那会是多少钱？我都是算后面的。牛摩一个月赚超过100块，一档股票一个月赚超过100块，我告诉你，郁金光你一个月轻松可以赚超过100块，我证明给你看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100块赚到200，200赚到300，赚200多买完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接着又涨停板。然后3天告诉你会休息压回，对不对？压回来掉下来再买进，真的啦！我所跟你讲的，就是你所收到，对不对？来压回来给你买进，回来改加倍了，有个开始涨停板了，对，没有会跟只要会跟嘛，对不对？挨个60块啊，真的，你买4张就好，4张，你有没有算过4张？一次涨3天压回来休息，你一次以4张为单位，一次就是20万，哎，了解哦？哎，你做8张就是40万，哎，做40张一次一趟就是200万，好，自己算嘛，好，一趟就是60块，连涨3天，你买四掉了后20万，涨对桥鬼，对不对？不管上涨或下跌都赚钱。来，4月24号再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别人紧张要使我们扩大战果，对不对？接着呢，哇，要求各涨停，对不对？哎，各涨停，不好意思啊。是不是？安尼个100块搁跌来，是不是？我跟他讲，很简单的事情。如果你也想当赢家，你会怎么做？当然，你打开电视，一旦指数震荡压回的时候，像昨天很多人告诉你，联光重挫，先进光重挫，郁金光重挫，这个盘要挂掉了。我问你，什么叫挂掉？如果假设郁金光又往上涨，那谁会是另一档低价的郁金光？那里面有。我不是跟你讲一档上涨股票，我是跟你讲一档没有涨的股票，谁会是下一档低价郁金光？如果郁金光
整理完之后又往上走。你自己想嘛，我跟他讲的都是未来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去啊，这过去跟你讲的是现在吗？人家把你手中的玉聚光买过来，用300多块跟你买，那你觉得他目标是多少？来了，很多事情我其实不太想跟你炫耀，我是怕以后飙上去哦，你眼泪会掉下来。眼泪掉下来有两种，一种是真的赚太多了，哦，有时候是真的赚太多，另外一种是什么？另外一种靠腰我那边在救，你知道吗？你懂这种感觉吗？明明他就在我眼前，但是我却少买了，我买好少哦。来，做不到、做不赢的、不会赚钱的，每一天都告诉你保守，但是你会赚钱的会告诉你什么？会告诉你标股。哦，只有标股能够超越标股。欢迎你加我们的好友，祝你明天操作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，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无缘无故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无缘无故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无缘无故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无缘无故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一旦近视未加以控制，可能变成高度近视。近视越早，度数增加越。